首先出战的是一波王炸战队小鸡和公孙无名。加油加油，小鸡！加油加油！我是喜欢小鸡。哦哦，我也看小鸡，他用指头那个脚趾头那个。是少林足球。少林足球啊？对啊，我刚说了。呜呼！少林功夫好耶！一博队长，一句话 ，Don't say so much。现场准备。师兄回来了，不是这么踢的，那应该怎么踢？公孙东空鸡，他那个球从上面掉下来太精彩。主要是他那个最巧妙的一个点是，他有一个球，他踢到台下面，上面又掉了下来。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把搞笑进行到底。开场的时候，用风的这个主题把树叶吹起来，就有点像是在山间两个隐士，然后做一些。无厘头的一种方式去武林高手的对决，就小鸡一出来，他站在那儿，他就让大家开心了，这就是小鸡的风格。可能有的时候，道具上有的时候有点不理想，对，那个翻页就是那个叶子掉下来了。吹呀吹呀，我的江风走。我的。
这个一博也是个细节控哈，那个纸翻下来了，觉得也不大好。加尔队长，小鸡哥这一对，无名哥这一对，我觉得就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你想不到，非常非常佩服。然后小鸡是我一直期待他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很厉害的点子的一个舞者。很棒，姐姐们怎么看？这个是一波王炸哦。因为什么？就我有自己的理解，可能因为我觉得其实就像演戏做表演，其实演悲剧可能大家会觉得很难，但是其实演喜剧能打动人更难啊、嗯。就是而且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小鸡老师，就是小鸡老师啊，是小鸡老师，是的。就是那个 Don't say so much 下一句是什么？都 Don't say so much， 那哪里还有下一句？有啊有啊，我可以有我自己的理解吗？可以可以可以。Just dance。啊。心梗心梗。小鸡和无名，我们的作品呢，蓄谋已久，因为我跟他比较调皮，平时大家可能看我比较严肃正派，其实我也是一个就是小可爱小可爱没有开玩笑，中间我们很多设计都是互相打闹出来的，包括最后那个咚咚咚咚，本来说念经不知道念什么，那一博队长说那你就一博王炸吧，然后就一博王炸一博王炸一博王炸这样子 OK。我相信到时候公屏应该会打很多这种的弹幕啊，对对对。我上次就有说过，本来是要跳少林足球的，然后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微博上不是那南公孙北乔治，后来我们直播又加了个东公鸡西萧萧，东西南北，然后我们就想着就拿这两个来演示两种武术的风格，加入星爷的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些灵感，然后把那些画面全部把它融合进去，开心吗？大家开心就好。